级汽车。章鱼车来袭。一二一，一二一，成功了，终于从大坑里出来了。太感谢你了，雷克警长。不客气，路上小心。嗨，小美。你好，雷。对不起，我弄脏了街道。哎，雷克警长，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？今天是城市清洁日，我们必须保证城市里干干净净，一个角落都不能放过。好的，小美，我现在就去洗澡。啊，很好，我也该去打扫公园了。我们想让城市干净整洁，哼，我偏要把城市搞脏搞乱。哼，章鱼车，该你出场了。哈哈哈。终于洗好了，我敢说我是这条街最干净的汽车。是谁？天哪，呼叫指挥中心。雷克警长，出什么事了？有辆章鱼车在到处喷墨，这种墨汁又黏又脏，你们看。我们要赶紧清除墨汁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超雷达警车雷克，大力神吊车阿力，螺旋洒水车咕噜噜，超级汽车出动。长长手臂无穷力气，大车小车都吊起，需要救援大声呼喊，超级汽车来帮你。大家都安全了，呼噜爷爷交给你了。小意思。旋转喷射哗啦哗啦，上上下下都冲刷，加强威力喷喷喷喷，大街小巷变干净。哈哈哈哈，咕噜爷爷小心。站住，别跑。守护城市我的责任，加速向前追追追，小心小心左右躲避，超级汽车保护你。哎呀哎呀，看不见路，开启雷达滴滴呜，发现目标快快行动，是猪大王成功抓捕。哦，钓到了一条大章鱼。哦，大鱼大鱼哗啦啦，冲上街道冲上房屋，大雨哗啦啦啦，空气变得好清新。太阳太阳出来啦，照耀城市美丽干净。太阳太阳出来啦，每个角落亮晶晶。快看，有彩虹。哇，这个没用的章鱼车，还是我自己来吧。超级汽车，我要把你们废啊。这个坑还没填好啊。救命啊。
车闹翻天。三年没洗的臭袜子，腐烂的水果，还有炸毛的臭鸡蛋。哈哈哈！真是太臭了。不过，我的臭鸡蛋成功了。出发吧，臭臭车！去贝勒小镇大闹一场吧！哈哈哈！好臭呀，胖嘟嘟，是你放屁了吧？不是我，是乐嘟嘟。好臭啊！啊，乐嘟嘟都被臭晕了。乐嘟嘟，乐嘟嘟，快醒醒！发生什么事儿了？乐嘟嘟被一股臭气臭晕了，呼噜爷爷，你快帮帮他！好的。你终于醒了。不好，你们先躲起来。我的甜甜圈臭了！我的头发臭了。我全身都臭了，这些臭气到底是从哪儿来的？看来有人在捣乱，呼叫指挥中心。哦，呼噜爷爷发来了求救信号，怎么看不见啊？有一辆很臭的汽车，喷了好多臭气，我需要升级去阻止它。没问题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，超级汽车变身，螺旋洒水车，呼噜噜。超级汽车出动，我们也来帮忙。臭臭车来到大街上，它要干什么？喷臭气到处污染空气，我不能呼吸。噗噗噗，臭气飘来飘去，讨厌讨厌。注意大家快点躲好。怎么了？臭气臭气飘过来，快躲开，快跑。公园公园被污染，臭臭臭。农场农场被污染，臭臭臭。关上门关上窗，躲起来别靠近。公园太臭了，臭臭臭。别担心，我来了。哗啦哗啦洒水车，哗哗哗，转呀转呀打水枪，转转转，喷喷水向前挤，让空气变清晰。哦，感觉好多了，好清晰。臭臭车，你逃不掉了。瞄准左边的洞洞，砰砰砰，瞄准右边的洞洞。哈哈，现在你喷不了臭气了吧？我的宝贝臭臭车回来了。怎么会这样？等等等，不要！好臭呀！最强组合，为什么我每次都会输给超级汽车？难道他们有什么秘密武器？我要好好研究一下。哦，警车和挖掘机的战斗力最强。嘿嘿，我有主意了。完成了。
没错，它就是警车和挖掘机的合体升级版，无敌汽车娃。真是太完美了，不愧是我天才麦特博士的发明，无敌汽车王，去战胜他们吧！雷克警长，我已经帮你升级到最佳状态了，你感觉怎么样？哦，好极了，谢谢你配了活。嘿，你们看，开心果帮我涂了保养液，还是草莓味的。是求救信号，快走！指挥中心，我要投诉雷克警长，他导出发射大王，把城市弄得一团糟。还有挖掘机库宝，他用铲子到处破坏。看他挖的大坑。什么？雷克警长和挖掘机库宝？这一定有什么误会。我们俩可是一直待在这儿。快看看监控。原来是麦特博士发明的汽车，他竟然复制了库宝和雷克警长的武器。哼，这个坏蛋就交给我们吧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。超雷达警车雷克。铁臂挖掘机库宝。超级汽车出动。警车警车滴滴呜滴滴呜，加速追击冲冲冲冲冲冲，我的大王能抓捕瞄准目标，飘发射，瞄准车头，射击射击，小心小心，快快躲避，瞄准车尾，射击射击，小心小心，快快躲避，我是正义的警车，勇敢战斗不退缩。大意了。雷克警长，我来帮你。挖掘机呀，哐哐哐哐哐哐，加速救援，我我我我要我，我的铲子力气大，举起石头砰攻击。哼，看看这招，挥挥铲子，进攻进攻，撞呀撞呀，绝不退后，转转车轮，进攻进攻，撞呀撞呀，绝不退后，我是最棒的挖掘机，坚持到底不放弃。怎么办，他真的太强了。别灰心，我们一起上。警车警车向前冲，冲啊冲，挖掘机呀挖石头，挖啊挖，我们是最强组合，并肩战斗，嘿，加油！警车警车，发射大网，挖掘机呀，不断攻击，警车警车，绝不放弃，挖掘机呀，最强一击。汽车会胜利。为什么我又失败了？哼，你当然会失败。谁让你遇到的是最强组合？惊险飞行。哟吼！开心虎贝乐虎，你们干什么呢？嘿，我们正在测试最新的发明，救援弹弹床。看起来好有趣，我也要玩。抱歉，我太重了。没关系，
看来这个弹弹床还需要再升级一下。丹丹，你不是要去送货吗？啊，差点忘了，我先走了。斑斑怎么还没来呀？需要帮忙吗？我可是超级快递员哦。还是让斑斑来送吧。这是什么？呀！救命！麦多多！不好意思，我来晚了。人呢？难道是我来早了？斑斑，快来救救我们！你们怎么都在天上？多亏了我的小飞车呀！去吧，小飞车，带他们离开贝勒小镇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！城市里出现了很多小飞车，把大家都抓到天上去了。哥哥，快想想办法！救援弹弹床应该能派上用场。斑斑，这次的任务就交给你和高迪了。哦，好的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。巨无霸大货车，斑斑。装甲消防车，高迪。超级汽车出动。嗡嗡嗡嗡嗡嗡，摇摇晃晃飞呀飞，嗡嗡嗡嗡嗡嗡，向上飞呀飞。好恐怖！轰隆隆。小飞车都被消灭了，斑斑，这次多亏了你。嘿嘿，还好我平时吃的多，长得壮，他们拉不动我。说到吃，我好像又饿了。热闹的汽车节。朋友们，明天就是一年一度的汽车节了。大家都会来参加，我的蛋糕已经准备好了，你们呢？放心吧，雪莉，我的汽车壁画已经完成了，我们的汽车模型也拼好了。嘿，这些鲜花要摆在哪里？这里，这里。哦。啊。雷克警长，谢谢你来帮我们。别客气。哇，你们把这儿布置得真漂亮。嘿嘿，
今年的汽车节一定会特别精彩。我们都好期待呢。走吧，我们先回家吧，明天再来。哇！怎么了？雷克警长，你看，有人破坏了我们的会场。别着急，我马上去调查。会是谁干的呢？当然是我啦！哼，你们居然想举办汽车节，这可是我最讨厌的节日。机械车，去把汽车节的一切都摧毁！不许动，举起手来。你举手干什么？给我继续破坏！不行，我必须马上阻止他。雷克警长，发生了什么事？有辆机械车正在破坏汽车节，快，我需要升级。没问题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超雷达警车雷克，超级汽车出动，我们也来帮忙。在那追呀追，嘀咕嘀咕向前冲，冲冲冲，快躲开石头，石头飞过来，挡住呢，别想跑，紧紧跟在你身后，任何危险都不怕，超级汽车不后退，追呀追，嘀咕嘀咕继续追，加油加油，转个弯，目标消失不见了，去哪了？别担心，雷达灯光闪呀闪，目标目标被找到，一张大网抓住你，太好啦！我们的汽车节还能继续吗？当然可以，我们来帮忙啦。真漂亮，尝一尝蛋糕面包味道香，好香呀，拼一拼，大家一起来帮忙，一块一块拼起来，多么珍贵的纪念。扫一扫垃圾灰尘，全扫光，全扫光，喷一喷小花小草才够香，哈哈哈，跳起来，跟上同一个节拍，许下同一个心愿，永远都是好朋友。汽车节真是太热闹了。是呀，我本来还以为要办不成了呢。超级汽车是不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的，相信我们会一直守护大家。八爪虫虫车，哪来的蜘蛛网？可恶，原来是你。我想到对付超级汽车的办法了。哈哈，八爪虫虫车诞生了，让我来测试一下你的威力。成功！八爪虫虫车出发！嗨，你的颜色好漂亮，是在哪家汽车美容店做的呀？我也想去试试。哇，你身上的装饰好特别，是在哪家商店买的？别那么小气嘛，快告诉我吧。
发生了什么事？听起来像妮娜的声音。快快呼叫指挥中心！不好了，不好了！怎么了，妮娜？有一辆颜色很漂亮、装饰很特别的汽车。妮娜，讲重点。他会吐丝，把大家都缠住了。没错，我们需要升级去阻止他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。象色突破车，妮娜。破茧赛车，旋风。超级汽车出动！冲冲冲，向前冲，引擎轰隆隆！跳跳跳，向上跳，让我找一找。白白的，长长的，大家要小心。黏黏的，亮晶晶，一团一团很危险。他在这儿，快追！行动，弹弹车轮追呀追呀，目标目标在前方，一张大网挡住了，向上跳一跳，轻松跳轮到。去哪了？找到了，转转车轮追呀追呀，目标目标在前方，长长的线乱糟糟，向左再向右，轻松躲躲开。可恶，砍招！哈哈，打中了！别高兴太早，反击时间到。长长的线绕呀绕呀，我们一起转圈圈，紧紧包围别想跑，咕噜咕噜噜，不要再出现。不好，八爪冲冲车又出现了。嘿，旋风妮娜。曼多多，你为什么打扮成这样？呵呵，这可是现在最流行的打扮哦，你们看。啊，我也要变成这样。大家的喜好可真奇怪。记忆病毒。嘿，阿布，生日快乐！哇，雷克警长，你的记性可真好，竟然记得我的生日！那当然，没什么是我记不住的。你是谁啊？什么嘛！还说自己记性好，一下子就把我忘了。这是哪儿？我是谁？怎么想不起来了？哈哈哈！雷克警长竟然忘了自己是谁，这太好笑了！哈哈哈！没错，只要被我的病毒芯片打中，汽车们就会失去记忆。继续攻击！哈哈哈！白老虎，公交车班次忘了上班，我们上学要迟到了。垃圾车小美也忘了上班，街道上好脏啊！小火车到底是怎么不认识路了？啊！大家稍等，我们马上调查一下。找到了，原来又是麦特博士新发明的汽车在捣乱。快呼叫安琪，帮大家清除病毒，恢复记忆吧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
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飞天救护车安琪，超级汽车出动。超级汽车失去了记忆，不要担心，我来帮助你。一圈一圈飞呀飞呀飞，请你想想你到底是谁。我是无畏的消防车，我叫钢铁，哇呜哇呜没灭火，没错，伸出我的盛水管，喷呀喷呀喷呀，大火大火熄灭了，太棒了，记忆记忆回来了，我全都想起来了。安琪，继续寻找其他的超级汽车吧。嗯，好的。我们是超级汽车，有不同的工作，我是飞天救护车，治疗交给我，请你请你快想一想你的工作是什么，请你请你快想一想现在该怎么做。我是巴斯公交车，接送乘客很负责，我是妮娜出租车，所有道路都记得，我是小妹垃圾车，清扫每一个角落，我是雷克是警车，发现坏蛋不放过，当然是超级汽车。所有问题都解决了，一切又恢复了正常，真好呀。最强磁铁车，想知道我的新发明是什么吗？就是它，最强磁铁车。让你们见识一下它的威力。汽车离开贝勒小镇吧，嘿嘿。喂，你考红灯了。不好，我也要闯红灯了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你要去哪里？我也不知道，救命啊！我好像也不受控制了。呼叫指挥中心，我需要帮助。发生什么事了？一辆奇怪的磁铁车把大街上的汽车都吸走了。好像要把所有的汽车都带离贝勒小镇。哥哥，我们快点阻止他。嗯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铁臂挖掘机酷宝，大力士吊车玛丽，超级汽车出动。
双手臂，咔咔咔，挥挥大铲子，哐哐哐，转转大车轮，咕噜噜，我们要进攻，向前冲，摇摇摆摆转不稳，慌慌张张没力气，小心小心别靠近，大树大树要抱紧，坚持住，大家需要我们。大大的铲子刮呀刮，紧紧抓住你不放手，长长的钩子勾住你，用力拉一拉，就拉成功了。大家快躲好，别找了，我们在这。举起我的大铲子，甩起我的大钩子，石头石头扔出去，哎呀哎呀打不倒，冲呀冲呀向前冲，让我紧紧贴着你，铲子用力哐哐哐，钩子用力甩甩甩，打败他了。怎么回事，大家又被吸在一块了？没有，我们只是想要庆祝一下，一起来跳舞吧。工程车技能大赛。哦，我们又建好了一幢楼房。哦，真是太棒了。这次真是多亏了我，把土地铲得这么平整，你们才能施工。库宝，你说什么呢？如果没有我搅拌水泥，你们拿什么盖房子？哼，那些重重的石头和沙土可全是我吊起来的。还是我的功劳比较大，我就是最棒的工程车。我的功劳更大，我才是最棒的工程车。不对不对，应该是我。停，不如我们找别人来评一评吧。那一定要找最公平公正的。我同意。雷克警长，你是贝勒小镇最公平公正的汽车。请你说一说，我们谁才是最棒的工程车？这个，我觉得你们都挺棒的。不行，你必须选出一个最棒的。对对对。有了，不如你们来一场工程车技能大赛吧。好主意。没问题。呼叫指挥中心。酷宝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我要跟阿力、瑞博比赛，快帮我升级！我们也要升级。什么嘛？我还以为有重要的任务呢。比赛也很重要。没错。好吧，好吧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铁臂挖掘机酷宝，大力士吊车阿力，屈才搅拌车瑞博，超级汽车出动。第一局比赛挖坑，谁的本领强，我们比一比。冠军就是我，铁臂挖掘机，大铲子最坚硬，挖石头，挖土地，挖掘机最无敌。酷宝胜出。第二局，比赛搬运。谁的本领强，我们比一比。冠军就是我，大力士吊车。
大钩子有力气，吊起来放下去，大吊车最无敌。恭喜阿力，呵呵，第三局比赛搅拌水泥，谁的本领强我们比一比，冠军就是我，七彩搅拌车，大滚筒转呀转，无水泥变呀变，搅拌车最无敌。瑞博获胜，我们都赢了一局，到底谁才是最棒的工程车呢？谁的本领强，大家比一比，让我想一想，谁才是第一？大吊车，我赢了。挖掘机，是我吗？还有搅拌车，合作最无敌。什么？合作最无敌？嗯，你们合作修好了一条路。哇，我们真厉害！没错，你们在一起才是最棒的。我们是最棒的工程车队。积木围城。糟了，要迟到了！班班，你的速度太快了。雷克警长，我着急去送货。班班，小心前面！这里怎么会有这么多大积木呀？这回我肯定迟到了。怎么回事？前面发生了什么？大家别着急，我去找阿力帮忙清理积木。我来了。哦，你来的可真及时。放心吧，这点小事就交给我了。好了，道路清理完毕。阿力，干得好，快让我过去吧。怎么还有一个？到底是谁在马路上搭建积木？嘿嘿嘿，当然是我的杰作了。来吧，让我的积木车陪你们玩玩。雷克警长，你看，原来是你干的。危险，大家快跑。救命啊！呼叫指挥中心。贝勒湖，开心湖，拜特博士发明了一辆积木车，在扰乱城市。我们要马上行动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超雷达警车雷克，大力士吊车阿力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大吊车咔咔咔，手臂有力气，大积木小积木全都摆整齐，后进车滴滴呜，雷达这一转，有麻烦别担心，我来帮助你。积木积木全清理，汽车汽车快腾行，走去抓积木车。好，积木积木变呀变，围墙变出来，长长手臂哐哐哐，积木全倒下。积木积木变呀变，迷宫变出来，开启雷达滴滴滴，找到了出口。这回你没办法了吧？糟糕，我们小看他了。积木积木变变变，咚咚咚咚掉下来，危险危险快快跑，小心小心要躲逃。
积木积木变变变，金车金车有办法，大王大王咻咻咻，一块一块全接住。积木积木变变变，吊车吊车来帮忙，大大猴子有力量，瞄准目标全力进攻。这个捣蛋的积木车就交给我吧。不过这些积木要怎么处理呢？我有个主意，把它们收集起来，建造一个积木乐园吧。好、听起来不错，一定非常有趣。我们也来帮忙。顽皮的碰碰车。天气真不错。妮娜姐姐，妮娜姐姐，我们终于见到你了。你们是谁啊？我们是你妈妈的爸爸的姐姐的儿子家的孩子。就是你的表弟了。我知道了，是小碰碰们。你们怎么来了？爸爸妈妈出远门了，他们说请你照顾我们。你没收到信吗？信？忘记看了。没关系，这是你们第一次出门，我先带你们去转转吧。好耶！妮娜观光团出发。公园马上就到了，可是我不想去公园，我想看大鲸鱼，我想看流星雨，我想玩捉迷藏。好主意，就玩捉迷藏。好了，我们到了。咦，人呢？指挥中心，妮娜，你怎么了？我妈妈的爸爸的姐姐的儿子家的孩子不见了。谁？就是我的表弟碰碰小车嘛。他们那么弱小，那么无助，现在一定在街上饿着肚子，流着眼泪，瑟瑟发抖吧。妮娜，你先别说了，我们得抓紧时间找到他们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。跳跳出租车，妮娜。超雷达警车，雷克。过界赛车，旋风。超级汽车，出动。来告诉你们，红灯停，小绿灯行。
成一堆，别拥挤，别拥挤，路上危险不乱跑，注意安全，走在自己的车道，这就对了，交通规则要记牢，这样才是好宝宝。这个明白了吧？明白了。我们是碰碰车，不能碰碰好难受。这个吗？嘿，我有个主意。雷克警长的主意真不错，果然还是游乐场最适合你们。海底寻宝。今天天气好，不过上班了。最棒的挖掘机要开始工作了。快停下！刚刚是个小意外，我只是因为天气太热了，想洗个澡再开始工作。怎么挖不动了？难道是什么宝贝？是张藏宝图。宝藏就藏在海底。海底有宝藏，嘿嘿嘿，那一定是我的。刚好试试我新发明的暗黑鲨鱼车。大海这么大，靠我自己找宝藏得花一年的时间吧。这可怎么办呢？对了，呼叫指挥中心。嗨，酷宝，好久不见。贝乐虎、开心虎，你们看，我挖到了藏宝图。哇，恭喜你！可是光靠我自己肯定找不到宝藏，我需要帮助。没问题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超雷达警车雷克，火箭赛车旋风，铁臂挖掘机酷宝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准备好了吗，朋友们？来吧，开启潜水模式。宝藏宝藏你在哪，我们都来找一找。贝壳、珊瑚和海草，不对不对，找错了。开启雷达滴滴滴，目标目标发现啦，向左向右向前进，宝藏宝藏在这里。大大铲子挖呀挖，挖开石头和泥沙，用力用力向下挖，宝藏宝藏出现啦。终于找到了。不好，我们的宝藏被抢走了。我去追回来。加速加速，轰隆隆，追呀追呀，冲冲冲，尾巴肚子撞啊撞，宝藏宝藏回来啦。旋风快跑，我来帮你。追着目标游啊游，发射大王咻咻咻，躲来躲去抓不住，
再来一次不放弃。抓到了！鲨鱼，鲨鱼有尖牙，咬破大王咔嚓嚓。我们快快想办法，小船小船压住它。我又失败了。是个奖杯，你们看，这写着什么？恭喜你成为勇敢的冒险者。哦，我知道了，这个奖杯属于勇敢的冒险者。恭喜你，库宝。不，应该恭喜我们，因为我们都是勇敢的冒险者。哦。大战暴龙装甲车。是我最喜欢的电影。哦，是什么？暴龙装甲车。哦，哇，看起来好酷啊。哎，别磨蹭了，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呢。来了来了。酷宝。让我再看五分钟，要不三分钟也行啊。暴龙装甲车，嘿嘿，我有一个好主意。暴龙装甲车，哦，酷宝。对不起，阿力。酷宝，你得专心点，我们今天必须建好这座大楼。我知道了。咦，怎么回事？小心！是暴龙装甲车！酷宝，快跑呀！电影里的暴龙装甲车怎么会出现在这儿？情况不对劲，赶紧呼叫指挥中心。阿力、酷宝还有瑞博，你们怎么了？暴龙装甲车从电影里跑出来了，它推倒了我们的大楼。啊，这怎么可能？不好，城市有危险！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大力神吊车大力，铁臂挖掘机酷宝，七彩搅拌车瑞博，超级汽车出动。手臂哐哐哐，把石头挑起来，大铲子咔嚓嚓，救援全靠它。大家别害怕，快去安全的地方，我们来帮忙。不许你伤害大家。大口子甩呀甩，紧紧地抓住你，一二三上后拉，哎呦逃跑啦。水泥变变变，高高墙壁困住你，站住别想逃。大铲子挖呀挖，挖出个大洞洞，等着你快靠近，快用掉进去。滚筒转呀转，水泥水泥哗啦啦，变成雕像吧。哈哈，成功了！快开始修建大楼吧。挖掘机挖呀挖，大吊车搬呀搬，小翻车转呀转，工作开始啦。加速来建造，一层层越来越高，大楼建好了。哇哦，大楼比之前的更好更高了。说起来，这东西到底从哪儿来的？哼，
你以为我又失败了吗？嘿嘿，不，我还准备了升级版。嗯，嘿嘿。啊啊！怎么回事？啊！给我停下！快停下！失业的垃圾车。我来收垃圾了。小美，我家的垃圾已经被收走了，你看。啊，奇怪。洒水车爷爷，我来收垃圾了。小美，你来晚了，我家的垃圾已经被收走了。啊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今天早上天还没亮，就来了一辆垃圾车，是他把所有的垃圾都收走了。哼，哪来的垃圾车，抢走了我的工作。是我发明的怪兽垃圾车。嘿嘿，去吧，把所有的垃圾都还给他们。啊，到处都没有垃圾，看来大家不需要我了。啊，这是什么？发生什么事了？天空在下垃圾雨，你们看。原来是怪兽垃圾车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。铁臂挖掘机，酷宝。分类垃圾车，蓝红灰绿。超级汽车，出动。房顶上、树上、池塘里，到处都是垃圾。我们该怎么清理呢？如果这些垃圾能聚在一起就好了。哦，小事，瞧我的。市里面脏兮兮，到处是垃圾。我是铁臂挖掘机，举起大铲子，哐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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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大街小巷的垃圾收集在一起。好棒呀！垃圾堆成一座山，大家别慌张，我们一起来清理。刷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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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困住你，看我的石头！咕噜咕噜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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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咕噜噜噜，大把石头困住你，喷不出垃圾，垃圾垃圾都清理，城市变干净。大家辛苦了。猴子大搬家。嗨，猴子先生、猴子太太，是你们叫的出租车吗？
是的，妮娜，你可真准时。听说你们要搬家，快上来吧，我带你们去新家。等一下，我们还有一些行李。没问题。太重了。抱歉，我们的行李确实有点多，这里还有20个。啊，你们只有2个人，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行李？因为还有我们呀，我们是个大家庭。我需要帮助，呼叫指挥中心。妮娜，怎么了？猴子先生要搬家，我需要帮助。他们有非常非常多的行李，而且人数也……没关系，我们都可以搞定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。跳跳出租车，妮娜。巨无霸破车，搬搬。豪华公交车，巴斯。超级汽车，出动。十只猴子今天准备要搬家，搬家。猴子太多行李，太多坐不下，超载啦！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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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一起想办法，超级汽车帮助猴子来搬家，搬家。大的小的行李全部交给我，交给我，我的肚子大大全都能装下，真的。乘客们，快上车吧！猴子爷爷、猴子奶奶先上车。好的。猴子爸爸、猴子妈妈也上车。来了。1、2、3、4、5、6，猴子宝宝快上车！大家系好安全带，现在出发。我来带路，搬到新家去。路口转弯遇见一个红绿灯，停一停，穿过大街。超级汽车，谢谢你们。不客气。嗨，我们也要搬家。没问题。奇怪的狂风车。今天的天气真好呀。我也喜欢这样的好天气。今天的太阳暖暖的，可真舒服。阿丽。发生什么事了，乐嘟嘟？我的风筝挂在树上了，你可以帮我拿下来吗？没问题。不过今天没有风，不适合放风筝哟。你看，风来了。乐嘟嘟，坚持住！怎么突然刮起这么大的风啊？我可不能让你们享受好天气，让你们知道狂风车的厉害。小心！奇怪，到底是哪儿来的风？大家快躲到房子里，呼叫指挥中心。贝勒湖，城市里出现了狂风车，你们看。救命呀！不好，城市有危险，我们要赶快行动。
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出动，超级汽车变身，大力神轿车马力，铁臂挖掘机酷宝，飞天救护车安琪，超级汽车出动。汽车天上飞，危险危险快帮忙，长手臂伸出去，吊车咔咔有力气，大大个子甩呀甩，别怕我会抓住你，我来接住你们。大铲子转呀转，挖掘机的手臂多，哐哐哐哐准备好，一二三我全接到，救命来了，翅膀扇呀扇，救护车来保护你，飞飞飞到你身边，紧紧抓住跟我走。大家都安全了吗？嗯。狂风车又来了，我们必须让它的风扇停下来。有了，用蜂蜜把它粘住。甩钩子，挥铲子，扇扇我的大翅膀，风儿风儿吹呀吹，大家努力别放弃。失败了。我们再来，甩钩子，挥铲子，扇扇我的大翅膀，风儿风儿吹呀吹，大家努力别放弃。啊，他的风扇被粘住了，我们成功了。什么？竟然失败了？这不可能！狂风车，给我继续转起来！导弹的球球车，乐嘟嘟，接着来啦！嘿，哼，哼，嘿，嘿，嘟嘟车们，快让一下！大家
们。嘿嘿，也多亏了酷宝帮忙。咦，酷宝去哪了？我在这。伤心的美食车，你的甜甜圈，谢谢。你的草莓冰淇淋，哇，这样。亚米，我最喜欢的巧克力蛋糕还有吗？你很幸运哦，旋风。这是最后一个，太棒了，啦啦啦，好开心呀！原来大家吃到美食会变得很开心。既然这样，我就发明一个伤心美食车，只要吃了他做的美食，就会变得非常伤心。美味蛋糕，免费品尝，免费品尝。蛋糕，免费。我要一个，让我尝尝。我也要，我也要。咦，那边在卖什么呀？我就是很想哭。大家怎么都哭了？除了那辆汽车。等一下。指挥中心，哥哥，门外有个包裹，里面装着蛋糕哟。啊，有情况！白老虎、开心虎，不好了！怎么了呀你？你快看，大家都在哭。啊，开心虎，你怎么也哭了？我吃了这个蓝色的蛋糕，就忍不住想哭。没错，就是这个蛋糕。我还看到了一辆奇怪的美食车。又是麦特博士的诡计。哼，他太过分了。美食应该给大家带来快乐。我们要让大家快乐起来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，变身。梦幻美食车，亚米；跳跳出租车，妮娜；超级汽车，出动！哇呜哇呜！不要哭，不要哭！哇呜哇呜！放轻松，放轻松。
再注意了，吃了他做的食物就会变得很伤心哦。哼，伤心美食车，这里不欢迎你。你快走吧。快走快走快走。毛毛怪来捣乱。老板，我今晚有演出，请给我剪个帅气的发型。没问题，保证让您满意。阿啾！已经剪好了吗？我的头发！北极熊先生，真对不起啊，我这里有一顶假发，你要不要试试？只能先这样了。我的假发！是谁乱丢垃圾呀？不要！完了，全完了！我的头发长出来了。怎么回事？这是什么呀？这太可怕了，呼叫指挥中心。贝勒虎开心虎，小镇出现了好多奇怪的绿毛毛，你们快调查一下。绿毛毛？这些都是我干的，我是哈哈怪的表哥毛毛怪，他是来帮我报仇的。地球马上就是我的了。你别得意，开心虎，让我们和超级汽车合作打败他吧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分类垃圾车，蓝红灰绿，超级汽车出动。毛毛怪来到地球，搞破坏搞破坏，没有人能阻止我，毛毛炮弹最厉害，把你们变成毛毛怪。相信相信毛毛怪，变过来，毛团团团到处飞，危险危险，快躲开！救救我！姐妹们，该我们行动了。街道街道扫一扫，公园公园扫一扫，毛团毛团全扫掉，一袋一袋大毛毛，加速加速吸一吸，用力用力吸一吸，毛团毛团全清理，城市城市变。还有很多毛毛蛋，继续攻击。我怎么办呀？北极熊先生，看我找到了什么？我的假发，太好了！你们今晚有空吗？我想邀请你们参加我的演唱会。好